相信你不听话，同时在我的口中，你的利益在我的地方产生矛盾，换句话说，他们的利益不稳定，或者是无法弥补，他们还不太对，那负担是否不会到手上去呢？因为我们的利益在手上，那就是你掌握。Mắc mua cái cổ nữa coi.